五月天好好好想见到你演唱会香港最终场，除了点歌的观众是惊喜之外，五月天也献上人生最大尺度，只能说香港的歌迷实在太幸福啦。在你们慢慢选的同时呢，其实我看到 前面有一位我想挑的，镜头给他，这里就在前面了。对 啊，这个人买到是摇滚特区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谷谷。谷谷最近发行新专辑嘛，对不对？跳舞在米兰。我想点歌，不是，我要点你歌。你要点我的歌？对啊，我要听《当我变成我们》，我们台上台下合唱喽。当女孩变成女人，她陪你走过苦涩；当青春渐渐消失，她依然不会迷失。让爱变成我们，掌声鼓励。新专辑加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今天因为鼓舞关系呢，我们等一下呢点歌多来一首。哦，是最后一天了，石头。第六场的朋友们，六场里面的最后一场，现在全场安静下来，我们闭起眼睛，我们听到了海的声音。我们听到身旁人呼吸的声音，我们听到我们自己的心跳声。不痛，我好想把我的心脏给挖出来给你们。现在吗？不是，现在吗？我们可以帮忙，来，而且我架着他。这个是我的心脏。现在，把你们的心脏、化身声音全部掏出来给我！ 1, 2, 1, 2, 3, 4 怪笑。我现在很担心你那个层次怎么坐上去，他把东西脱了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啊，这怎么坐层次啊？这不可能、啊。有可能啊，这是哪里来的？我帮你把来传过来了啊。各位香港的朋友们，为什么刚刚尬掐的时候那么小声？这是尬掐该有的样子吗？拿出你最大的声音好不好？Bye.